大家好，我是大林子。今天呢是星期六，又到了一周一录一画，周末必定会画的这样子一个时候。这几周呢，我就是发现自己就是突然间对中国古代的一些服饰啊，像那种妆容啊，就特别的感兴趣。然后呢，这一星期其实我已经画了两幅了。画了两幅，就是 Chinese Old Fashion 系列的，想挑战一下，然后画九个之后就可以召唤神龙。然后我先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两幅长什么样子。刚刚，这样，哎呀，看清一下，一幅是这个，哦，sorry，又是这个。然后这个是昨天刚完成，因为我现在真的对于中国不是现在，之前我也很喜欢，但是最近就是超级迷中国古代的这种服饰啊，我觉得超漂亮的。所以呢，今天这个 video 我也会和大家在一起分享另外的一张，可能下一周也是。刚刚骑行花了一部分时间，大概有一两个小时这么久，因为我一直在调他这个脑袋的比例和身子的比例，还有这些花纹，所以花时间会久一些。那么呢，现在开始上色喽。Thank you.
有点挑战我，有点挑战到我自己了。反正看一下成稿喽。噔噔。这个 camera 里面显示的颜色和真实颜色有色差的，所以以后呢，我在结尾给大家看这个成稿的时候，也会在旁边放上，导出来的一个 JPEG 的一个图。如果是喜欢我视频或者是这种风格的朋友呢，希望你们订阅我的频道，然后评论和转发我的视频，谢谢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